英文文法一 English Grammar 1，主讲人邱博士。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博士。英文文法一一共包括20个单元，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个单元，它讲的是 imperative， 也就是命令式。教学目标就是同学呢将能够了解如何使用命令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命令式，句型是动词加名词，啊，也就是后面加个受词，比如说 bend your knees， 弯，把你的膝盖弯曲啊，这个 bend 就是弯曲，前面其实是省掉一个 you， 就是 you bend your knees， raise your fist， 举起你的拳头， read your book， 读你的书本，啊，都全面省掉 you， 啊，命令式的。这是否定的，那否定的话就只在动词加个 don't bend your knees， don't raise your fist， don't read your book， 不要弯曲你的这个膝盖，不要把你的拳头举起来，不要读你的书。是肯定的啊，那组一个动词 say，就是说留着不要动啊， move 移动， talk 说话啊，都很简短啊。好，这是否定的啊，那否定就是动加动词就好了， don't move 不要动， don't talk 不要说话， don't cry 不要哭。有时候是这个啊 be 动词啊，没有这个后面接形容词 ，be careful， 啊小心哦，啊就是叫人家小心 ，be smart， 啊叫人家放聪明点啊，不要傻傻的 ，be quiet， 安静安静下来。好，那否定的话就在 be 动词后面啊，这动或是 be 动词的话啊 ，don't be late， 不要迟到。Don't be afraid， 不要害怕。Don't be sad， 不要忧伤。我们来看更多的例子。肯定句 ，Buckle your seat belt， 就是系上你的安全带啊。Buckle 就是扣上去的意思啊。Be seat belt 就是安全带，座位的带子啊。Close the door， 把门关上。Meet me at the airport 啊，这少个 the 啊。Do your homework， 做你的家课。Stay where you are， 你就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啊，就是 you stay where you are。You 是没有讲啊 ，you 如果讲出来的话，就口气比较重一点了。Keep away from the glass， keep away from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离远离啊，这里就是说请勿践踏草皮。Keep away from the grass， 就是保持离开这个草皮。Get up early， 早早起床。Look before you leap， 字面讲就是说在你跳之前看一看。Leap 就跳 ，look 就注意看。也就是我们中文的成语说这个三思而后行。否定句。Don't move your chair， 不要把你的椅子移动。Don't close the door， 不要把门关上。Don't eat chocolate， 不要吃巧克力。Don't touch the dog， 不要触摸这条狗，它会很凶哦。好 ，Don't be a borrower nor a lender。Borrower 就是借东西者。Lender 就是借出东西的人啊，就是说你不要
送人家对的东西，也不要这些东西给人家。Don't talk while eating， 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说话啊。Don't drive after drinking， 喝酒后不要开车。Don't sleep in class， 上课不要睡觉。那么这里我们就结束第二单元命令句的这个时态，谢谢各位的观赏。